第14题，台湾晶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，通称台积电，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专攻半导体的制造厂，其总部位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。前述引号中，晶圆的成分是下列何者？半导体的主要材料就是矽，晶圆就是所谓的矽晶圆，而矽的元素符号是 Si。所以第十题里问我们说，前述引号中晶圆的成分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Si。